点歌单。一生火烤。哇！是你们点的吗？不是，是你们点的。好，我不会唱。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。等一下，不要，别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我后面那个歌手什么歌都会唱。我们把这张点歌单留给板奈。OK。接下来我要唱一个，我在这边练完团之后，应该没有人在唱的歌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今年也只有，因为今天有日本的朋友。それから、日本人前で日本語で歌うの自殺行為です。私は今。我现在要唱一首我在这边练的唯一的一首日文歌。然后这首歌我会从头到尾盯着歌词看，因为我很久没唱了，一年多没唱。这首歌叫做《会いたくて今》。初めて出会った日のこと覚えてますか？少なくとも思い出は忘れずにいて、あなたが見つめた全てを感じていたくて、面を上げた今はそこで私を見守っているの。
できますか？よかった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问题是。